等着挖着脚上歇，这家孩子呢？走了，走走，走啊，走走，跟他们走。嗯，啊，啊，真没少挖。因为中午就到，这好多都到人肚子了。他们挖的开始过秤了，看差不多就是。我这过秤，活的，他们不要了，不要再拿着，但他们不要了，他们不要了这个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干就不带烟不补干，干了，待会儿称。接他称个三斤，接4斤。我们刚我们在海边，刚从海边捞上来的小儿鲜，我们今天给它煮的了，煮到锅里，清水煮的，就是没有放水，直接用海水就煮了，鲜，可鲜了，啊，小儿鲜，小儿鲜，这是真是刚从海里的真鲜，刚从海里打，刚捞上来半小时就煮了，就煮了。这是大连的，大连，把这个啊，这是黄，那也不行，弄出来啊。那为啥？啊，就行了。哪块啊？就屁股那块，这根呢，在这儿，它就是嘛，往海水有这个，好了。哦。里边还有黑的呢。没事。一个字儿，鲜。把后边这个洗出来，这儿，洗出来，对，来，这我们朋友三个人啊，你看，南京的朋友，南京，这是花蛤，你说这是花蛤好吧？捞出来就没有沙子，在秦皇岛真不行，真没，真都是沙子，他们刚捞出来的，什么沙子没有？天生一点啊，天生就没有。那个谁，小爷，你吃的时候。不是这个吗？这个拿出来以后，这个后边不是有这个啊？把这后边这个挤出来就行了啊。是啊。不是，它就是这个把下边挤出来就行了啊。那边。这下边这个。这哪里？这个挤，哎，给挤出来，哎，给挤出来啊。吃饭没有？他们挤，好多人不挤，我挤。他们挤干净一点是吧？挤简单挤挤就行。我看你生吃的没挤呢。啊？都不挤。我看你生吃没挤呢。拿着。没法挤，赶紧吃掉啊！那个，我在烟台说，烟台这渔民们，就是，哎，你看我这个，就烧开口就行了吧？只要一扎嘴，都特别鲜。哎呦，真是一点沙都没有，还没沙，你看。我跟你说，想买呢，不行，没有冰箱。对，我这是烧了一半。哎呦，冰箱，我说啥？我在秦皇岛又挖的这么大蛤，在海水泡两三天，你才能吃。才能吃，对。来，你吃个天鹅蛋。有，不，你吃一个，你吃一个。在这海边买的这个，那花蛤是，10块钱3斤。那个小儿鲜啊，可能是就是15块钱1斤，30块钱2斤。这小儿鲜，这是叫小儿鲜，捞上了以后，也不用海水，而且它里头一点点的杂质都没有，包括这个蛤。一点沙子没有，特别干净。你不喝这酒？这个地方是什么啊？难受。这是那个属于大连地区的一个区，是吧？大连什么区忘了？那是什么区？开发区，是开发区。它不是叫什么区嘞？来，带你吃。这个，这个是烧完就是吃完。这个冷的不好吃。你怪，你不在劲不？哎呦妈，这太辣了，那不行，吃不了那个。啊，刚认识小鲜这一碗。小鲜。尝这个天鹅蛋。天鹅蛋。这蛋我真没吃过。他说是天鹅蛋。不是啊，鸭蛋它用酱腌的。对。它这也是咸的，是咸的。
到这来吃海鲜，真是海鲜哈。嗯，对。啊，你看。